为什么每次同城后衣服的折痕都这么的消割呢？今天平安抵达宁波的波波，这不会又是那个183的大蚊子咬的蚊子包吧？还有这衣服的折痕，是真的绣到没眼看了。再看这七街舞波波戴的项链，除了小骨头，看看这是啥，原来是男孩啊。众所周知，108家疯抢的男孩就是唱歌的他哥。男孩，男孩。哈哈，是不是想起那个赞赞了？